上特产来了，姐！欢迎欢迎！哎呦，这大身，人家都给做成装饰品了。那这东西还能吃吗？这个东西，这是我们今年春夏款的秀款服饰。从右边开始分别介绍一下 ：Victoria、Cindy、Linda、Cici。 他们为我们公司立下了汗马的功劳，以至于我们现在的服饰卖到了世界各地。剩下的几位，你们要加油了啊！不要放弃，我相信你们通过努力会有机会的。加油！加油！第二题，物品从轻到重，这太简单了吧？就随随便便我就过关了。 轻的一定在这儿啊！因为我得是最沉的那些，我得先帮你。谢谢。那我这得多重啊？啊，这好难啊！衣服里面最轻的是什么？是不是应该是袜子吧？哎呀，我觉得这个挺合适啊。水，这是米酒。这是米酒哈。我先试试重量。我其实我可以选一个看似。 有点重，但其实并不重的东西，吓唬吓唬。我想问一下 ，Victoria， 你大概体重多少？如果你不介意的话，我想掂一掂。哎，我觉得可能合适。<笑>感谢你的支持啊，感谢你对跑男的支持，我们拭目以待。好了。 现在我们看一下寻找到的商品情况，题目是物品的重量从轻到重。我们要称是吗？先目测，不行的话我们就上秤。先从一号魏老师开始。谢谢，我们不想看魏老师，我是最重要的。哦，塑料袋，塑料袋不一定有我的情。 你这三号你干啥呀？二号，我找的是一个鹅毛的挖耳勺。我觉得这个应该比塑料袋重。对啊，这肯定是。因为它是金属。你等我掏出来，我们仨都要上秤。他现在就按一号玩了，我看出来了。薄如。 才艺，哇！你拿三号的时候，你没有想到前面两个得清成啥样啊？你又不行，我给你一只脚。前三位，我们稍后上秤来确认一下。接下来是四号，当地特产米酒，然后这是就没有一瓶了。啊，中间口渴喝了。口渴了。还好吧？这个好轻啊！好，大家按照四号就位吧。 这首歌在喝酒，哇，直接喝掉，可以吧？就没有一瓶了。啊，中间口渴，喝了一半。好，五号，小猪钳罐，这也要上秤。秤吧，没事，稳了。六号，凯哥。我找的是 Victoria 的一只手。 怎么了？哎，怎么了？哎，干什么？您帮？哎哎哎！你还好吗 ，Victoria？ 完蛋了，我的比你轻，凯哥，一会儿你能现拆吗？比我轻？不要了。我找的是 Victoria 的一只手，因为这是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，所以我要邀请他一起来。没毛病。
我觉得为了尊重人家的整体和完整性，重量可以用胳膊，但是这个物品要一起来，是吧？一整个尴尬但是又很无语的样子。大无语，真的。来，七号，石油油。应该是挺重的，这个我就挺沉的。好，认证。我这个就是一会儿送 Victoria 回家的车。Victoria 比较辛苦，直接坐我的小车回去。哦，可以可以，你这个看一看就很重啊。好，认证。我的那个都没能拿上来。我去，在路上。啊，真的有人类能抬得动吗？您的货品即将送达。哦，我们可以看一下九号找到的这个鱼缸，确实非常重，对，很重。从凯哥开始相对正确，那我们先来称一下疑惑的物品吧。这么精细吗？我觉得塑料袋应该是没有重量，都称不出来，我觉得应该。2.8克，我一定比它重。0.8克。啊？我的塑料袋竟然那么沉？沙哥，我这只有0.8。来，沙哥，你的丝袜。再来称一下疑惑的物品吧。沙哥，我看看，沾点屎，沾点屎。太恶心了吧，你。太晕了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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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过了吧，四号、五号上秤，放这儿，放这什么呀？300，290，你再把那个多喝一点，重新把它撑到260、280。Baby 那个只有290。再量一下，这个我刚没量好，这个再来一次吧，再试一下，再试一下，试一下看看。我是瞎的吗？所以这一题大家失败。啊？为什么？这都喝迷糊了，也失败了。那个袜子都拼成那样。接下来是我们的最后一题。